那我们这个主题，就叫逃脱死亡。那我们游戏，败不复活的点是我们陷入死亡跟还没死亡之间的昏迷。那所以我们，在后面会有死神来追杀，因为我们只要一旦被死神追杀到了，那我们就是真正的死亡。那在死神之前的话，我们一直都是处于半灵体的状况，所谓的半灵体就是，虽然你已经死了，但是你还是没有完全真正的死掉，所以在这个之间，你可以用一些手段来让自己重新爬起来。对，这是我们一个想法，一个 idea，就是败不复活的点。好，那我们主要的游玩方法就是死神在后面追杀你，那你可以在前面。获取一些碎片，或是随着时间增加，你会获得分数。那这个分数的话，你可以在碰到障碍物，或是被死神追到的时候，你可以消耗你的分数，来重新让你爬起来，然后可以让你继续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游玩的示意图。那这是我们死神会在后面追杀你。那这是我们的主角。那主角就是一直拼命往前跑，那途中会有一些障碍物，那可能地上会有一些碎片，然后或是时间增加来增加我们的分数。那下面这个死亡债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死亡复活的代价。那这个死亡代价会随着时间增加，那就这个方式是避免我们玩到后面，可以一直复活，因为分数够了可以一直复活。所以你玩到越后面，你后面的会扣的分数会比较多，这样子，就是以这样的机制。对，那这是我们男主，我们画风会比较偏向卡通动态，比较幽默的感觉。那我们主角陷入昏迷之后，然后发现死神要来接他去死，所以我们主角不甘心，爬起来，开始在半灵体的状况，然后继续奔跑，逃离死神。对。那这是我们死神应该是长这样的示意图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。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画面，就我们游戏的画面。那我们有设计一些简单的 UI，还有封面。那这是我们主角，还有死神。那 logo 的话还没设计好，之后可能会再修。对。现在的话是我们 boss 跑太快了，对，然后之后可能再调整一下。那这是我们的UI，那它一样会记。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个小怪，还有 boss 在跑，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就是这样。对，那这是我们的游戏，那就是一样是被死神追杀，然后一样是捡碎片。那但是我们。有比较完善这个游戏的内容，可是我们游戏的机制还是没有到很多，所以我们在如果你捡到足够的心脏，到最后你还是会有一个结局。对，只是那个这个游戏比较难一点，我再跳一下。对。对，那这个现在到一个进度之后，我们就会。复活，对，那简单来说，我们游戏目前就这样。OK，好，感谢机主的分享。